为了协助市民朋友提升一年找到好的头路，南市府劳工局当年都会开办职业训练的课程，其中失业者职业训练至今已经办理489班，培养13000多人，同时连续13年得到劳动部 TTQS 金牌肯定。而今年劳工局预计办理38班，1月29日将会召开招标的说明会。在下个礼拜一，1月29日会来招募我们所有的，希望跟我们修警这位为台南培育人才工作任务的伙伴，修警这位来，我们来做一个说明会，才不会让大家有所闪失而文件投进来不合格件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希望让以往的工作伙伴或新的工作伙伴，会当小就1月29日共同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说明会的部分。如果说像我们辖内的大专校院、高中职，或者是你是依法设立，像是我们的职业训练机构、我们的短期补习班，或者是你的组织章程跟我们在做人才培育相关的工会、社团法人，然后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公司，你的组织章程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职业训练职种，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办训说明会。那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作业规范，然后跟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来做说明。劳工局这次今年38班有包括着5大类的课程，欢迎有兴趣加入人才培养的训练单位，多多来报名参加。而除了适合这个训练班之外，劳工局也规划35班的照顾服务员的训练专班，希望协助劳工学到尊重，进入职场共同打拼，提升台南的竞争力。南台新闻台新闻采访报道。